定是在想我，对不对？啊、你臭美了你！欢迎收看。三姑。熊爷。敢讲。哎，三姑六婆怎么想呢？我就来怎么跟你说。啊，一看就知道是三姑六婆，不然你还想做玉女哈？哦，这个是我不用想了，大家一看就知道。你看我的 quality 就是玉女，够清纯。简直是马不及脸长。你跟我一样也是相马的咯。什么？笑马的人就要厚脸皮啊，这什么歪理嘛！幸好今天有我熊爷，才有所谓的真理。我看是真的，没人要理你吧，超级催眠王。还不要跟你胡扯，先来说说今天的这新闻吧。哇哦，女星假奶风波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上回呢，林志玲啊，她坠马说她爆奶，这回呢，萧淑慎跟舒淇一起出席金马，就给人家看到说他们的腋下有伤痕。为什么女人要做到这么辛苦，增加负担？哇，你今天很有怨气哦，是不是感觉到上天对你不公平啊？不会，我是玉女。当然，这女星在前面不管她的奶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只要有这视觉效果嘛。而且她们站在台上很有自信呢、啊。拜托，你觉得这样很好吗？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呢，是来自内在的，好不好？根本不用外在，是靠内在。哎，你像别人怎么看得到你的内在，好不好？人家常常都看到啊。然后哦，你刚才讲新时代女性吗？就应该抛开这些成见，要做胸就敢敢去做，反正大家也看得 happy 吗？没有先天的话，就靠后天的补足吗？我看是男人之见吧，你觉得都是这么想的话，那不惨了吗？哎呀，不管他今天是胸是真还是假啦，我看你这样也不用讨论假奶啦，反正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啦哈。我是玉女。好，看看今天的第二新闻，就是北斗星五号大演习，众说纷纭啊。北斗星五号，这个我懂，因为我什么都懂。你们知不知道哈？我们就是有这个全国交通系统防空演习啊，在四个地铁站，就在这里呢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很逼真呢，因为哦，有安地晕倒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哦，还有什么你知道？啊，哇，你的八卦还蛮多的，今天说起来还有点真话。我想这重要的讯息就是政府要告诉大家，其实在面对这恐怖威胁袭击的时候，最好的武器其实就是新加坡人的凝聚力、信念还有团结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，只有我们大家在一起呢，是，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才能防空，我们都要尽一份力量。对，好，就在这边呢，我们就跟大家说下一期再见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两位参赛者。来听一下评判有没有什么话说。翠芳啊，你今天晚上是抢尽了风头了啊，你抛开了你以往一本正经的那个形象呢，今天让我们看到你的另外一面了。谢谢。我觉得默契真的很重要啊。可是看到最后的地方，两个人撞得好厉害，真的火星撞地球。作为观众看的时候，负担就会很重了。可是我倒不是觉得翠芳今天的尝试是一个理智之选哦，因为有点吃力啊。观众看来可能就觉得你的整个形象跟整个风格都不搭了，感觉就是有点脱了轨，然后感觉不是很舒服，对。是觉得翠芳今天你的表现会比较不同一点，而且好像是你在带动那个伟雄。不过你们两个人配搭的还蛮好的，谢谢。其实我的觉得他的这个配搭啊，是压着伟雄打的，我的感觉是。今天其实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反而觉得你这样的尝试呢，是给我们耳目一新。也就是说，可能经过一些调整的这个处理之后呢。也许呢，你还能够用一种新的方式呢出现，恭喜你。对啊，翠芳也可以做搞笑的节目啊，很好。哇，很好，谢谢两位精彩表现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我们其他的八位参赛者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相信呢，大家都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他们今天的评分结果，还有专业排名。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。